你们不觉得哦，这个鱼啊跟我们很像，不管人家怎么切腹，他就是要出头天的啦！赚钱的门路有这么多，一定会有一个中的。啊，啪一声啊，就发财了。神明啊，看好，你要给我一间房子，还是让我可以捡到钱啊？神明啊，赶快让床上把尾款给我，我才能够发工钱。是十，十五。他教我们开庙也是生意，可以赚钱。你脑袋装屎啊！我听说有人在卖一种哦，荧幕保护城市，经过喇嘛加持，用了会发财呢。那这样可以赚多少啊？听说很好赚。你要拿家里的钱去乱弄？啊，你跟阿青一样都是铁工工人，为什么阿青就赚的比你多啦？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这是诈骗。你爸爸拉了整个屁股都是屎的时候，都是谁在帮阿青呢？你呀，都在做白日梦呢。你日也挖，夜也挖，怪主开到没剩钱了、啊。没系安全带，没打方向灯，钱都被政府吃光了啦。做人不可以这样子的，我们是没念什么书啦，瞧不起人啦。尊严是给那些有在领固定薪水的人讲的。我再投胎就当警察、当律师、当医生、当立法委员。Workers start streaming Sunday May 10th 9 p.m. on HBO Go.